はい、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おけい先生です。今日は日本の変わった仕事を紹介したいと思います。日本の仕事の中で聞いたこともないような仕事が多くあります。今日は実在しているけど変な日本の仕事とその給料を包み隠さず全部教えちゃいます。 では、早速1から行きましょう。1、ヒヨコ鑑定士。これは、ヒヨコを一目で見て、オスかメスかの性別を判断する仕事で、何回も試験があり、実務経験もないと務まりません。どうしてこの仕事があるのかというと、メスのヒヨコは成長したら卵を産みますが、 オスは産まないので価値が少なく早い段階からひよこが商品になるのでこのような仕事が必要になるのだとかこの仕事の年収は500万から600万だと言われています基本的には固定給ではなく歩合制で1は4、5円前後です2 切手デザイナー。これは全日本でもわずか7人程度しかおらず、非常に珍しい仕事です。切手デザイナーという名前の仕事ですが、実際ははがきなどもデザインしたりします。この仕事は非常に人が少ないため、それなりの額はもらえているのだとか。3 レゴを投資家レゴの作品を投資感覚で買って、時期によっては価格が変動するので、その差額で儲かる仕事です。年収は人によって差があるので、ピンキリの仕事だと思いますが、稼いでいる人は年収500万円ほどです。4. 遺品整理士。 これは亡くなった人の部屋をきれいにする仕事です。遺品の処理の仕方は遺族の意向に沿って監禁したり処分したりします。年収は400万から800万ほどで資格が必要な仕事です。5. 特殊清掃員。これは犯罪現場。 自殺現場などの部屋を清掃する仕事です。遺体の腐敗種を直接嗅いだり、飛び散った血痕をきれいにしたりするので、かなり大変な仕事です。現在の月収は25万から35万円ほどです。他にもたくさんの変わった仕事がありますが、今日は 私が一番変わっているなと思った仕事を紹介しました。そして、どこの国の人でも、やっぱりみんなはお金の話には一番興味があると思うので、収入の話も詳しく紹介しました。では、中国語に移ります。はい、大家好、我是 OK 老师 今天呢，要来介绍日本很奇怪的工作。就在日本的工作里面呢、啊，有一些大家都没有听过的工作。哦，然后，我要今天呢，要来介绍两个部分，一个呢就是实际真的存在，但是很奇怪的一些工作，再加上哦，大家都很喜欢知道这个钱的事情哦，所以呢，我也会来。 介绍一下哦，这些工作啊，它的年收或是它的月薪呢，会是多少钱哈、哦？好，那我们就直接来到第一个，一 h i o k o Kan t e s h i 哦，这个呢 h i o k o 就是小鸡哈、哦，小鸡就叫做 h i o k o h i o k o 的这个鉴定师哦，这个呢，就是就是你要鉴定这个小鸡啊，它是公的还是母的？好、哦，公的叫做哦，是母的。 叫做没事，就是你要去一瞬间哦，你要一看就知道他的这个性别哈，你要去判断这个性别的一个工作。那其实啊，这个工作呢，它是需要考试的，而且会要一定的实务经验，不然你根本无法胜任。好，这里有一个动词叫做 aru, 止止“自托马驴”，“自托马驴”呢就是胜任的意思哈。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工作呢？其实就是说，因为大家都知道。 母的这个小鸡呢，长大之后会生蛋嘛，但是公的就不生啦。所以，如果我们讲值不值值钱的话呢，当然是这个母的小鸡会比较值钱一点嘛。然后呢，他们希望呢，就是说可以在比较早的阶段呢，就可以把这个小鸡拿出去卖，所以呢，就会需要像这样的工作了。好，那这个工作的年收呢，大概是五百万日币到六百万日币左右。那基本上。 这个工作呢，它并不是コテキュ，コテキュ呢就是不是固定收入啦，那它是ブイ C，ブイ C 呢就是计件工资，所以就说可能一只小鸡多少钱，一只小鸡多少钱。那这边的ブイ C，那这个小鸡的这个计件工资呢是一只四到五块钱日币左右。好，接下来我们到第二个 kit designer 就是 kite，日文就是那个邮票嘛，邮票的设计师。那这个呢，在全日本啊，其实也只有七个人左右，是一个非常非常稀有的工作。那虽然呢，它的名称是称为呃 kite designer，邮票的设计师，其实啦、啊，他们不止邮票，其实很多事情他们都会做。 像是 hagaki 呢，就是明信片，他们也要会设计这些明信片。那这个工作啊，刚刚有讲嘛，全日本只有七个人，好，所以也不太知道他的薪水多少钱。不过因为人很少，所以据说他们的这个价钱呢，拿到的这个价钱是还蛮多的哦。好，在这边手雷那里诺嘎克嘎克。 价格指的就是价钱嘛，就是指金额。然后所列那里？好，手列那里的意思就是说很蛮多的意思哦，所以他们应该拿的是蛮多的价钱啦。好，第三个 Lego 投资卡，专门投资 Lego 的人。Lego 应该知道吧？就是小孩子会玩的那一种，这个很很多颜色的那种，然后拼装在一起啊。这个呢，就像类似投资的这样的想法去买 Lego 的那。 这个不是自己做的哦，这个是买别人的作品，然后当做一个投资好、哦、去做买卖。那这个呢，会依照一些时期啊，然后他们的那个价格会变动嘛，所以呢，就是利用那个差额，然后赚赚取那个差额的一个工作。其实我觉得，因为是投资嘛，所以我就觉得蛮像股票啊那种买买进来，然后有赚就卖出去哦那种感觉。好，这个年收呢，其实。 要看人啦、啊，然后每个人的这个差距都蛮大的。那应该是一个蛮平 kili 的工作，平 kili 哦，这个词啊，专讲价钱很广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这个 lego 啊，哦，或者说这个 lego 的这个投资人，他们赚的钱呢、啊，有的人赚的非常非常少，有的人赚的非常非常多，哦，就是指这个少跟多的这个这个范围啊，差距太大的时候。 就会讲平 k i i 好就是这样子的。那很赚的人啦，哈，卡塞迪鲁就是他非常非常赚的人呢，大概年收有五百万日币左右。好，第四个以辛塞利西，哦，专门整理遗物的人。那这个呢，就是就是把这个过世的人的家里啊，然后把它弄干净的一个一个工作。那这个遗物呢，要怎么处理？哦，其实呢，会去。 问先问他的这个家人了哈，遗族哈，就是已经过世的人的家人嘛，然后就会去问他，问他们说，不知道有些东西是不是该换钱，换回去给他们，换钱呢叫做 c o n i n g 或是是不是应该要丢掉，丢掉呢可以叫修本。好大概是这样的，反正就是不管做什么，反正都要先问这个家人的这个想法。 那年收呢，大概是四百万到八百万日币左右。不过这个呢是需要西卡库的工作，西卡库就是一个执照的工作。好，第五个，特殊清扫員,员，哦，这个呢还蛮可怕的，我是觉得蛮可怕的。这个呢是要就是到那种行灾 game 吧，就是犯罪现场啊，或是自杀 game 吧，自杀现场啊那种房间。 那、啊、你要去那种房间，然后打扫的这种工作，那你会，你可能会直接去闻到他那个尸体的这个腐败、腐败的臭味，或是说你可能还要去清理血迹。好，血迹叫做 k a 好，跟结婚的这个说法，这个发音呢是一样的 k a 所以呢，这个其实非常非常。 辛苦的一个工作，那据说呢，以前这个月薪呢是比较高的哈、哦，不，现在变低了。现在他的月薪呢是二十五万日币到三十五万日币左右。那为什么讲月薪不讲年薪呢？是因为呃，不做的人太多了哈、哦，所以在这边他就是只讲月薪而已。好，除此之外呢，也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不一样的、很奇怪的工作啦。那今天呢，我就是举出我。 我个人认为最奇怪的五个工作给大家，好、哦，就是介绍给大家。然后呢，我想啊，不管你是哪一个地区、哪一个地方的人啊，一定都对薪水、对钱很有兴趣嘛。所以呢，今天呢也一并介绍了这个工作的这个薪水。<laughs>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 Repeat Time 一，ず ずっとまる。しゅんれん。に、こていきゅう。こていきゅう。ぐうてんしんい。さん、ぶあいせ。ぶあいせ。じいけんこつ。よん。それなりのがく。 それなりの価格、还蛮高的价钱。ご腐敗,敗、腐敗、腐败。六個平気里、平気里，专指价钱从便宜到很贵都有。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内容了。那如果喜欢我的 Podcast，麻烦帮我关注、订阅、追踪五星。另外呢，我也有部落格、IG、推特、Facebook，还有 Facebook 的日文学习社团，如果你有兴趣，都可以加我。另外呢，我已经准备了一个专门让初学者听的 Podcast 内容。那近期呢，哦，这一两天呢，我会再公布给大家。那到时候呢，大家可以再听看看。 大致上呢，跟这个 podcast 的这个做法呢，会有一点一样，但是呢，呃，不会这么多日文了。好，就是专门会介绍一些文法单字。那就是说，如果今天呢，你可能有 N 四以上啊、呃，也是可以听的，因为呢，你可以顺便回去，就是把基础弄好，也是可以的嘛。好，反正这几天我会再公布给大家。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谢谢。お疲れ様で